我来到这边是一个卢西，那那那，今天到大陆一起来玩的，我跟我那种屌是笑嘛，好像个笑笑这样子。哎呀，笑就笑了，老人家。再讲也是笑，笑就来笑了。哎呀，大家要开开心心来这边大笑，谢谢。我听来这边我是觉得，我会每次痛啊，胀痛啊，然后我爱一个朋友就讲，你来学啦，学了，你的胃啊就会好，我就每次让他这样笑，现在我的胃好。<笑> 我有一个节目呢，就是我人家的家，也是我比较少来，我就说，可是我也是想跟他朋友，他时常有节目啊，他跟我讲，今天也是他跟我讲，我也是去风筝，谢谢。院长，来，然后第一次带我来，我就去的时候就是他们那个，他们有当时歌的时候，我第一个见的人就是崔沙鸥，他第一个就跟我讲欢迎你来，所以我对他印象很好，我讲你很像我妈妈。<笑> 所以我每一次哈，我叫他妈妈，他很高兴啊。对啊，对对对对，对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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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从这样慢慢来的。好，所以当然我们要学习的时候，我们要自己要自动的出来，所以我们自动的时候就越学越多，所以我也是很谢谢。